哥伦比亚护照，马上联络哥伦比亚和南美的国际刑警，查看一下这个人的背景资料。是。 收拾收拾，我们赶紧走吧！快点，快要成了，发财了啊！好，这拿过来啊！你说这里只有一个人，里面最少有五个，那叫人吧？来不及了，他们会逃跑的。当警察没有的选择，就这样。你怕？不怕。那行动啊，走！好了好了，警察，别动，快把哨举起来！ 别动，开枪了！趴下，出来，蹲下。阿文，叫救护车。 Yes, madam. 阿青，过去帮忙。 Yes, madam. Madam. 嗯，鉴定科的人在取证。刚才谢谢你救了我。你跟着我，我当然要照顾你了。嗯，以后我也会照顾 madam。嗯。我请你吃饭好吗？你老是说请我吃饭，可是从来没请过。听说这家酒店自助餐不错。哎，是不错啊。我们今天就在吃吧。如果你今天没时间的话。 别动，警察，马上举起来！走，这是香港西安，中国的回乡证。 哥伦比亚护照，马上跟这三个地方的国际刑警联络，查这个人的资料。 Yes, sir. 进来。局长，北京总部找来马尼拉国际刑警的资料。关于什么事情啊？他们抓了个疑犯，持有哥伦比亚护照，而且还有中国签证。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。 有事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哥伦比亚方面有人电汇2000万美金在中央银行。 指定3天内提款，我怀疑跟洗黑钱有关。这件事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跟进，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各国，以欧美量子基金为首的各大基金首先追击泰币，数星期的时间，已令泰国政府、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印尼政府。
先后宣布货币自由浮动，泰国货币贬值25%，马币贬值15%，印尼盾贬值10%，金融风暴波及南韩、日本、台湾等各个地方，令全球股市大幅下跌。香港恒生指数一日之内下跌近1200点，恐慌性的抛售令市值减少5%以上。 老板，我们房氏集团公司的股票今天出现不寻常的现象，有大批资金融入股市，针对性的大量吸纳房市股票。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寻常。那么，集团持股量现在是多少？25%，不是37%吗？公司因为周转不灵，成本大幅增加，周边利润大幅下跌，开发项目还没有上轨道。 所以3个月内减少持股量12%，以便在股市集资解决燃眉之急，属于正常性的操作。你刚才说针对性和事不寻常，可不可以解释得清楚一点？房市集团的业绩并不理想，股市大幅下跌，引起恐慌性抛售，幕后再次使大批的吸纳我们房市集团的股票。作为你的法律顾问，我必须提醒老板。 这种举动有针对性，而且非常之不寻常。难道有人想吃掉房市？如果没有估计错误，全面的收购行动可能马上出现。亚洲金融风暴波及股市，小股东为求解困纷纷抛售，因此我们房市集团会遇到空前的压力。那么，你知道是谁在收购吗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根据政府的收购条例，如果持股量一旦超过了某个百分比， 就必须提出全面的收购建议。到时候就会知道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房市集团经营赌场、夜总会、酒楼，从事的是娱乐事业，进军地产界，全部都是高回报的行业。集团目前运道困难，只要是资金充足，还是大有可为的。股市大泻，趁低吸纳，这样动用的资金小，等股市反弹再抛售，套取现金。 这样一举两得，手段非常的凶狠，而且高明。景涛和景波在什么地方？景涛目前在菲律宾整顿酒店业务，景波在日本准备和财团合作，开发新的项目。嗯，叫他们回来。我这个上市公司主席，看来也该让位了。我老了，管理这个家族生意也这么久了。<笑> 哎，干什么？包请你吃香蕉。哇，好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！你们等一等吧，等一等吧！哎，你们等一等吧，等一等吧！哎，不就是下水吗？等我把裤子脱了呢，你们再推我啊！来来来，下去吧！喂。 有那么多的女人陪你，你干嘛还要找我？我请你吃葡萄啊！我不吃。哎，你给我，别碰！你给我扔水里去！今天可饶不了你！快点，快点，下去！你回来！哎呦，哎，这不要不要的，等我听完电话再跟你们玩啊！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可不能饶了他。喂，唐涛吧，我是龙律师。龙律师，龙律师，耽搁了。老板叫你马上回来开会。好的。快点，谢谢你啊。哎。 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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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哟！哎！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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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听人说，美国人天真热情，敢想敢干；日本人有归属感，有团队精神；犹太人意志坚强，心齐如意；意大利人重亲情，为家族。这些优点我们中国人都有。年轻的时候我就很想有100万，可是谁都说我天真，我就不信邪，打打杀杀终于有了第一桶金。于是我就做生意，为家庭，为家族，终于房氏家族上市了。这次叫你们回来，是因为我想到自己老了，我觉得很累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闯过去，度过这个难关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生意就是生意，家族就是家族。爸爸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闯不过的关。嗯，我已经说太多了，听听龙律师的意见吧。现在的危机是一个跨国基金提出全面收购房氏家族的建议，现在他们的股票持有量已经达到法定的35%，房氏已经停牌。要想房氏不拱手相让，必须准备现金港币2亿，提出反收购计划，否则房氏复牌，小股东大量抛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派几个人把那些搞事的人干掉就算了。欧美跨国基金有数不清的金融专家、法律专家以及投资专家，他们看准机会绝对是有备而来，就算是用军队也不能阻止。哦，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钱。龙律师，你告诉我哪里可以得到现金的支持？那还不容易向银行贷款就行了。公司出现危机，能抵押的都抵押给银行了，不会有银行贷款给我们的。房氏家族过去和卡尔集团在生意上有良好的往来，我认为可以和他们好好的谈一谈。我们房氏家族名声在外，龙律师，你去吹吹风，请他们来谈一谈。好的。目标已经走了，你们马上跟上。先生，我们的贵客，欢迎你。你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，相敬不如从命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不要客气，请说吧。房氏集团遭到强大的收购压力，我们房氏集团准备在今天提出反收购计划，希望卡尔先生能够慷慨解囊，做出现金上的支持，这对双方都有好处，动用的资金2亿港币。我同意做出支持，注资房市要附加三个条件。你们外国人也有一句俗话，你想要得到就一定要付出，请讲。第一，马尼拉国际刑警抓了我一个重要的雇员，他是化学专家，电脑程式专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帮我把他抢回来。这还不容易，别说一个，十个也无所谓。哎，对不起，请你继续。第二，中国国际刑警抓走我的人，拿走药品样板和配方光碟，我也希望你们帮我抢回来。第三，日本的福冈银行我存了2000万，受到当地国际刑警的追查，我请你们想办法帮我把它抢走。
请卡尔先生提供地图、银行建筑设计图，一切必要的技术资料。一定一定，贵公子有乃父之风。提出的三个条件，难度都很大。卡尔先生做出支持，首先走出了第一步，后三步我没有理由不走。我今天带的人，你们可以随便的使用。 站呢？还不坐下？啊，走走。卡尔是南美最大的贩毒头子，他来香港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他是来见房国浩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发薪水？你知不知道？会不会和房氏集团被收购的事情有关？可能有关，也可能无关。说了也等于白说。 一个想要钱，一个想在东南亚立足，所以一拍即合。阿文，马上24小时监视。Yes, madam. 阿全，通知北京国际刑警总部。Yes, madam. 你向邻近的国际刑警通报。Yes, madam. 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还不行动 ？Yes, madam. 根据马尼拉国际刑警的资料，被抓的中国籍男子詹氏有哥伦比亚护照，哥伦比亚人卡尔已经来港，而我们抓的人也有哥伦比亚护照。我想这不是巧合，都是哥伦比亚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你们现在马上和香港马尼拉的国际刑警取得直接的联络，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汇报。 你主持很多家族生意，可惜你的脾气暴躁，生性风流，总该收一收。凡事动动脑子。这次行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抢个人还不容易？用两辆车，前后一架，上去乱枪扫射，再扔两颗手榴弹，最多用一分钟。电影都演过不少了。 说够了没有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要的是活人，不是死人。我看你也不必亲自出马了。知道了。那就好。老板，根据卡尔提供的资料，福冈市中央银行守备非常森严，地下金库建筑坚固，保安人员又多，金库是自动电脑锁，每天上午10:50自动开启。 而我们大概只有10分钟的行动时间，难度非常之大。唯一的方法，我看只有采用爆破。我正在研究一个周详而稳妥的计划，而且我不会直接参与行动。叫你去日本开发新的项目，就是想让你远离家族生意，最后还是不行。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你不是说？ 生意就是生意，家族就是家族嘛。嗯，发什么呆呀？我们喝酒去。不去了。 走吧。<笑><笑>
走。小西，在法庭门口抢走人犯，死了七个警察，这么大责任谁负？因为我考虑不周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个责任由我负，所以请求处分。我有责任也请求处分。我现在命令你们，马上封锁出境口岸，捉拿人犯，非要带一个助手马上去香港。Yes, yes.。你马上要走了，我的助手要跟我去香港，明天你不是要跟他订婚吗？是啊，做警察的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服从命令了。让我跟他解释吧。谢谢你。可以行动了，境外没有枪。Thank you.
再放。署长，这袋子我们看过几十次了。有需要的话，一千次也要看。很多细节就是破案的关键。停！这个人为什么一点都不惊慌？值得怀疑。印出他的照片，找到他。是。各单位请注意，现在通缉一名中国籍男子，身高1米8左右，体格健壮，高鼻子，厚嘴唇。如果有任何发现，请马上向总部汇报。喂，机票准备好了，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我在桥头等。进来。署长，署长你好。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，重犯房景波可能跑到了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，所以决定派你们两个马上去香港和中国大陆，据了解他跟一个庞大的跨国犯罪组织有极大的关联。这一次的任务非常艰巨，你们要小心行事，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，清楚吗？署长，我们会应付的。署长，你尽管放心好了，我们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。祝你们成功。是。署长，我们走了。谢谢丰源酒店。好的。
住这里吗？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谢谢啊。手里的包给我，把眼镜摘下来。走。证件。别动。你是日本人，懂中国话，学过一点。看样子你身手不凡呢。我学过一点功夫啊。你帮了我们的忙，谢谢你。来中国干什么？观光。欢迎你到中国来。你可以走大家请坐。各位都已经认识了，我就不再介绍了。马尼拉、福冈和香港的国际刑警局在各位到埗之前都有通报给我们，中日非港四地的国际刑警联手合作，共同对付国际的犯罪组织，维持世界治安具有极大的意义，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。之所以我们齐集本市，是因为日前马尼拉疑犯被抢案、福冈金库被劫案、本市的毒品交易案，而至卡尔香港之行、房氏集团首脑与卡尔会面等等，都有蛛丝马迹显示他们有内在的关联。那么他们想干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各位都是国际刑警的精英，希望能群策群力，洞察先机。具体的情况首先由方静向大家介绍一下。先把灯关上。本月19号，我们抓获了毒品交易案犯，其中一个是外籍华人，他持有哥伦比亚的护照，我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些不知名的晶体和一个电脑光碟。我们曾经向南美洲和哥伦比亚的国际刑警总部调查过这个人，但是完全没有他的背景资料。看起来他只不过是一个不重要的小人物，不明晶体经我们初步断定应该是某种新的软性毒品。电脑光碟因为有复杂的保密程式，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破解。本案发生之后没多久，哥伦比亚人卡尔已经抵港，与房氏家族房国浩会面，跟着就发生了马尼拉疑案被抢和福冈劫案。最重要的是，房景波出现在日本中央银行案发现场。马尼拉被抢疑犯詹士，他也持有哥伦比亚护照，并有来华签证。这就是刘局长所说的内在关联。我可以大胆的假设，
国际犯罪集团下一步将会在本市会合，准备进行大批交易，或者想建立运输偷运渠道，建立包装加工基地。根据以上的情况，我们已经采取了几项措施。第一，通报海关、边检关卡、火车站、飞机场、码头、各大小宾馆、招待所以及重要的公共场所，严密注意出没的外籍人士，尤其是持有哥伦比亚护照的人和房氏集团的所有目标人物。第二，取消休假，调配警力和技术设备，随时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。第三，成立以刘局长为首的专案小组，成员由中日非港的国际刑警组成，行动队长由我担任。专案小组的名字叫猎豹。关于房氏集团的家族成员，由香港的反黑专家梁静怡介绍一下。房氏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变相的黄、赌、毒，洗黑钱、炒外汇和收保护费，酒店及娱乐事业。集团主席是房国浩，房国浩为人深谋远虑，工于心计。长子房景涛，公司董事，主持日常业务，为人暴躁好色。次子房景波，公司董事，常驻日本，处事低调，可以说是远离家族业务。龙方，他是房氏家族的法律顾问，职业大律师，是房国浩的重要助手。房氏家族至今不受法律的制裁，没有受到彻底的打击，他在法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。房氏家族目前受到收购危机，连房景波都赶回了香港，可见危机严重。这可能是他们和外国犯罪集团合作犯案的原因。房景涛经常在菲律宾视察酒店业务，基本情况请夏琳娜介绍。各位，房景涛在马尼拉除了花天酒地，到处留情拈花惹草，没什么特别举动。这被抢疑犯詹氏，据哥伦比亚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，他是卡尔集团的重要成员，有东方血统，专程提炼毒品方面的研究，是个化学专家和电脑程式专家，估计他会乔装改容潜逃他国。我们通过国际刑警在世界各地通缉他归案。梅子、白带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各位，我认为这是一起跨国的国际案件，犯罪分子很快就会有所行动，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。我们现在的要求是参与所有的破案行动，及早追捕杀害我们队长吉永昌夫先生的凶手房景波归案。局长，刚刚收到边检方面的报告，房氏兄弟龙方、中发一行十人12:20入境，请马上行动追捕房景波归案。案情复杂，牵连甚广，我们不能因小失大，这张网要密一点，要张得大一点，大鱼小鱼全部都不能放过，要顾全大局。行动上的事由方静指挥。刘小丹，到，马上查询房氏兄弟一行住在什么地方，通知跟踪小组24小时监视跟踪。是。张兵，到，协调各部门各单位公安保安人员，无论他们和他们个人做些什么，都不要惊动他们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除非人命关天，没有命令不许采取任何行动。是。康小伟，到，设立流动临时指挥中心，24小时值班，各行动人员每隔半小时向我汇报一次，有重大情况必须马上向我报告。是。最后也是我要强调的，各位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，在这里请遵守我们的法规和纪律，这是作为国际刑警的基本常识。我欢迎各位随时给我们提供情报，这也是参与。至于一些带有危险性的行动，你们是不能参加的，这一点请各位切记。局长，你还要补充吗？豹已经出动了，我祝猎手们成功。哎，来各位，你应该跟他们应酬一下。哎，各位辛苦了，尽情的享受。来，干一杯。各位，房氏家族的成员除了主席房国浩，差不多都来了。哎呀，我看他们蛮轻松的嘛。
好一个欢乐假期。刘小丹，派人进去看看。我是来送杯子的。快走快走。对不起啊。队长进不去啊，我被赶出来了。知道了，我已经看见了。合作愉快。各位，从现在起各做各的事，不准乱走动，不准用酒店的电话今晚12点通知大家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住。兄弟，你说法了没有？好像真的一样。来来来，咱们喝酒。来来来来，那这瓶可是好酒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哎，全靠你了啊。哎，战士，怎么发呆呀？哎，喝一杯。好。哎，我说你办点事。喂，小心一点，快去快回啊。来来来。跟踪他们，不许出错。你们留下监视，好，我们走。请你接107号房。喂，你是卡诺基吗？是我呀。真的是你啊，我好想念你啊。她男朋友来看的，今天晚上有节目了。想不到你来中国看我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我们什么时候见？我们晚上见。我在会议上一再强调，不许擅自行动，影响大局。难道你们不懂吗？难道你们不是刑警吗？哼，还说是警队的精英，我看根本不配。我不接受你的教训。擅自行动违反警纪，难道你不懂吗？我们根本没有擅自行动啊，
夏琳娜的男朋友从菲律宾来，我们去 disco 跳舞开心，碰上目标人物，这完全是巧合的事情。房景涛非礼夏琳娜打起来，是她男朋友先动手的。我可以证明。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是来办案的，不是旅游的。你居然还把男朋友都带出来了，说出来我更要训你几句。那谢莲娜的男朋友呢？罚款500块，通知领事馆，24小时内离境。我们抗议，我们一定会向总部投诉你。方队长，我看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你有点过分了，请你收回你刚才的话。是他们先动手的，为什么要抓我？他们动手是他们的事，我们自会处理。现在说的是你。我是英国御用大律师，而且我也是现场目击证人，我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与打架的事完全无关。你是英国的律师，可惜不懂我们中国的法律，在中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。没错，在公众场所殴斗违反治安条例，妨碍了公众的利益，交担保金500，等候处理。他给钱，我到下面去办手续。怎么一有麻烦的场合你就会出现呢？我就知道会碰到你，在打架的场合，拔刀相助而已。有时候刀拔得太多没什么好处。如果你看到女人被人家欺负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我以后再答复你，你可以走了，请。千惠，怎么了？又不可以走了？民俗村比较好玩。谢了。龙律师，你要赶回香港，我先送你。方静有急躁之处，他的心情你们应该理解。你们跟重要的目标人物打起来，虽然没有引致严重的后果，但是非常的不明智。方静误会了你们，他已经告诉我了，他会向你们道歉的。I'm sorry.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对不起，方队长，我们一致请求参与所有的行动，不要让我们坐在酒店里。好，约法三章，听从指挥，服从命令，不带枪械。怎么样？是是。哦，局长还没同意呢。行动组长说了算。不带枪，那我们怎么做事？有危险，我自然会给你。老板，这东西威力有多大？砰的一声啊，这屋子里的人全都死光了，除了我。日本银行的金库
就是我这行人干的。有话快点说吧，光碟在公安局很难拿到手。过来。公安局有13个处，到底是哪一个处啊？给你那么多钱，都到哪儿去了？用完了。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说呀。做事。什么事啊？说实话，泡妞是不是啊？臭小子，这样，我打死你！大哥，别在这儿开枪，还不做事情。哎，他脾气发完就没事了。光碟不在公安局。喂，认识你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见你说话啊。他们对电脑光碟一定非常感兴趣，破解光碟很复杂，所以普通人做不到，必须送到专业技术部门，建议科研部门入手。化学研究所，一定是在化学研究所。这事儿交给你办。一切正常。来来往往这么多的人，有的人根本没见过，他们想干什么？我看一定有事发生。发现一个新的目标人物，身高1米80左右，前额光秃，是一个大长脸。老板吩咐，有重要的事要做。你跟我走，车在外面等，马上出发。是是。我去看看阿文。你怎么可以抽烟呢？麦德玛，30几个小时了，这里的蚊子可真厉害，咬得我每一处都痒，真受不了。在苏格兰受训的时候，7天7夜，我们只有2块巧克力，比现在难熬多了。是我早饿晕了。你加入警队的时间不长，可以办大案是好机会。能把房氏家族绳之于法，再辛苦我也顶得住。你长大了。再夸我就晕了。拿来。Thank you.
情进行得怎么样？进行得很顺利。欢乐假期的团游怎么样？行程安排妥当，团友玩得开心。关于旅行团的经费已经汇到。订好的班机有没有问题？航班要延误。我不希望有问题，赶快落实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了，就这样。涛哥，不脱衣服怎么按摩嘛？累死人了。我等会儿还有事呢。涛哥，晚上到哪去喝酒啊？去哪儿都行，你说了算。好啊。哎，怎么又来搞我呀？当然找你了，不找你找谁呀？已经第三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都急死了。我也是。该吃饭了吧？嗨！哎呦，我。1号1号，有一个女人闯进别墅，和里面的人打起来了。报案！绕绕！这是你在日本的照片。你杀了一个国际刑警，他叫吉永昌夫。原来是个日本警察，难怪像鬼一样跟着我。那个女人有危险，请指示。冲进去。那个人跑了，把他带走。我要拘捕你，请你合作。我们追查房氏家族这么久，房景涛就这么死了，真没意思。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游客。第二次见你，向我举手敬礼，我就更觉得奇怪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到这儿来有什么目的？你不是拔刀相助，你是带了刀子进来的。你不回答，我就通知日本领事馆，说你违反法纪，扰乱公安执行任务，马上驱逐你出境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不会帮我？讲完了我再回答你。我是来报仇的，方景波杀了我丈夫。报告，福冈市刑警局的传真。坂田千惠，福冈市刑警，旅游时遇案犯方景波，是令其协助百代梅子破案，请通知当地国际刑警局。
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很接近，都那么执着。对了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问吧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很多人都很想知道。你呢？你先说。我有。我也有。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。龙律师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想听听你的。看来警方已经盯上我们，而且日本警方也参与了。我们的处境不大好，上策呢就是知难而退，中策是静观其变，至于下策是硬顶着上，只有这样。我跟卡尔先生说过，想得到的就要付出代价，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否则下不了台。爸爸，你放心，该做的事我会做的。你快回香港吧，如果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光碟在化学研究所，想也要把它抢出来。我会找那个日本婆的，大哥是因为我而死的。现在失去了他们踪迹，该怎么办呢？用什么方法好呢？我太了解房氏家族，他们是有仇必报。他们想做的事就不会手软，因为他们太自信，总是认为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千惠，你是最好的鱼饵，他们一定会上钩的。过分自信正是他们的致命之处，家庭式的犯罪集团往往如此。我感到我们的手铐已经扣在他们手上了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认为这个险值得一冒。我同意，我不怕。就这么办，但是一定要保证千惠的安全。是。是。方队长，请进。找我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是特意来看看你。请坐。你不是来向我道歉的吧？你等我来道歉的吗？每个人的处事方法不一样，我觉得我会比较容易了解你。这里有件毛衣，是我送给你的。听人家说，日本人也有互相送礼的习惯，用来表示友情。我们的性格很相像，外冷内热。我接受你的礼物。谢谢。这个就是化学研究所的平面图，主要通道在这里，有三个化验室，存放光碟的地方应该在这儿。继续说下去。我们分两路进去，前面一路，后面一路。博哥，日本朋友买了回国的机票。什么时间？今天下午两点。保安怎么样？应该没有什么警卫，不过要小心闭路电视，看起来在各个地方都会安装的。一号，一切正常，酒店门口有人在洗马路，千惠小姐还没有出来。知道了，继续监视。
人拘捕，各单位追。那边，别动，别动，行动，别动。北环路方向逃跑，请各单位马上堵截，请各单位马上堵截。有大事发生，总是要先听听你的意见。老板，停止欢乐假期，全力营救警部，只有这样。生意就是生意，家族就是家族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还没有完全输呢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先回香港。真这么做？没别的选择吗？还能有什么选择？精神一点儿，我的生意能不能成功全靠你们了。五分钟之后离开这里。是。各单位进入紧急状态，避免引起恐慌。是。谢可敬，杨继开，接上头的命令。一分队到福田，二分队到春风路，三分队到南头，出发。Thank you.
会啊。你等一等。嗯，好，就这么样。好，这个。这边就是这样，你去办好。啊，我马上去。刘小丹。有。深圳市区有多少电话亭？不清楚。你马上给我查清楚。是。你好，是电话公司吗？我是市公安局13处，请你们的值班经理听电话。你们打电话给市政处，马上请他们送一份电话亭分布图来给我们。好。威胁释放房景波，哼，他们的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我觉得不太正常。你看，这不是詹氏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变成灰我都认得出来。他到中国来绝不是偶然的。好，我们专案小组马上出发。是是。分队和四分队长，你们两个立刻出发。是，局长。好。不放人，3点再报，后果自负。我们绝对不能向用恐怖手段制造混乱的犯罪分子妥协，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。是。外面已经满城风雨了，欢乐假期应该结束了。问题，你怕什么？你。
稳！
报告局长，战斗结束，匪徒共15名，击毙14名，活捉1名，现在正在打扫战场。报告完毕。一位香港特区刑警在执行任务中英勇殉职，展示了警队的天职和英勇的精神。我代表全体刑警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敬礼。我代表香港、日本、菲律宾的国际刑警，送制服给你们作为纪念。